宜兰县一直以来啊，引以为傲的，咱是一个观光的大县啦吼。啊，咱伫盘点规个宜兰县的过程内底，看到宜兰县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温泉分布，伫咱真侪乡镇市。啊，其中伫孤山海洋的温泉，到咱平地温泉，啊，佮有咱原民乡的温泉，三个区域。啊，平地另外佮一个冷泉区。啊，拢总还阁有19处的温泉，当然这包括咱今仔日所徛的这个红叉拿这个所在。啊，未来我希望讲，这个温泉这么丰富，而且资源这么多，咱是不是爱来做一个有效的管理，啊，让咱这个温泉会当啊发挥更较大的这个功效，并且促进到咱宜兰县这个观光发展上个大的这个效能吼。啊，我嘛对着咱温泉啊这个开发吼。有四大目标的这个方向，希望讲共同来努力，未来当营造咱宜兰成为温泉的一个大县哦。第一项啊，就是要来啊管理着咱啊这个使用温泉，当啊有这个总量管理吼啊，并且把这个数量做一个啊统计了，相信安尼才会当和咱温泉的使用可以永续发展。啊！伫咱宜兰，咱目前宜兰县对着地下水的这个使用吼，咱有啊用着这个纳管吼，并且要求相关的人员去啊装设这个水表。啊，我希望讲未来咱的温泉同款用这个方式啊来做管理吼，才会当管控着咱地下水的这个水资源啊，避免啊这个民众浪费来使用着咱的温泉水。另外，我嘛希望讲啊，来建构一个啊，这个有效的平台吼，由咱中央部会的这个农业部、咱的交通部以及啊，这个退辅会，加上咱地方政府，佮有原民乡的公所，共同来努力建构一个平台啊，包括来行销着咱所有这个温泉的观光资源，佮咱风景区的特色，相信安尼才袂去浪费着相关的行销资源。有效来推动着咱宜兰成为啊这个观光的大县哦。另外，嘛要要求咱啊相关部会吼，伫咱19处的这个温泉区，以及咱的这个冷泉吼，共同来开发着长者的这个使用的专区吼，啊，让咱长者会当伫遐啊来休闲，来遐泡咖，来遐啊进行区嘛无要紧吼啊。带动咱地方的观光，并且吼长者伫这种休闲的过程内底，取得上界大的乐趣吼。我相信这嘛是咱啊长照最大的一个目标。另外要啊，咱的原乡的部分吼，咱要督促着啊相关单位加入原乡的这个特色的元素吼，和咱原乡部落的相关这个观光资源啊。甲咱平地的这个温泉区啊有所区别哦，最主要才会当带动啊这个原乡的观光发展啊，未来啊完成了交予原乡的咱的这个部落会议来营运管理哦，相信安尼才会当永续经营啊。我希望讲未来咱朝向啊这个四大目标共同来努力啊，共同打拼，打造宜兰县成为咱台湾。啊，这个有声有色的温泉大馆。政府哦，即摆土地三公顷属于县政府的，啊，县政府要进行新办水的计划，包括规个景观啊、泡咖、泡汤、休闲农业等等，啊，停车场等等，整理开始咧设计，啊，同时来土地变更，咱希望这个土地、这个设计啊、这个规划会当赶紧来完成。透过尊鲁阿妈尼啊当选立委，啊透过立委去中央去观光局来争取庞大的经费，开始陆续来建设啊咱红叉啦温泉园区。咱希望啊，赶紧红叉啦温泉园区会当成为另外一个搭起平地温泉公温泉区啊来祝福啊咱宜兰县的乡亲士大啊，促进三省宜兰的观光温泉的发展。
关，观光产业再升级，打造宜兰温泉大观，观光产业再升级，打造宜兰温泉大观，观光产业再升级。